这女孩啊，以后还是得多注意打扮一下，啊！哪天我带你逛逛街，买两件衣服。 装什么傻呀？都到这儿了，还想玩欲擒故纵啊？哎，那你想想晚上我们吃什么？我去上个厕所。哦，去吧去吧。和世界上最漂亮、最可爱、最性感的晨晨约会。 这世界很酷。